想要把心中所设计出来的图案一针一线缝制出来可不简单。在台北有三个年轻女孩，她们怀抱着对于设计的热忱，对于手工制品的热爱，勇于创业。她们的梦想很美，心很大，开了一间手工印花布的小店，从自己接洽工厂、谈业务、找下游厂商，几乎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条手工印花布的产业链。三个年轻女孩一方面希望借由创新品牌的模式，重新找到台湾纺织业的定位，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借由台湾这块土地出发，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软实力。而他们选择在充满怀旧风情的台北迪化老街，希望能够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每到逢年过节，这里总是人潮满满，许多人都到这里添购年货。而迪化街一直是台北市相当重要的市街之一，是南北货、茶叶、中药材以及布匹的集散中心。日据时代商人将印花的布料大量输入到台湾，这个地方当作布料进口的批发站。光复过后，政府鼓励以及厂商的研发，这里变成了全台湾最大的布料批发中心。以前的人总是来这里买布回去自己缝制衣服，现在则是成衣加工厂到这里大量购买布匹，或是喜欢缝制的人来到这里选购喜欢的布料。久而久之，这里聚集了许许多多的布料行。他们说，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在你什么人生都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就从现在开始创业？在决定要做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也蛮挣扎的，因为毕竟你的求学之路就要阻断了。看似平凡的布料加上版画，并发出什么样创意火花？原来自己的兴趣是布料，那其实版画跟布料去结合起来，很容易就产生印花布。一大早就准备印花布，三个女孩的事业就从这间普通的版画教室开始。砧板涂上感光乳胶，其实印花布就跟做版画道理是一样的。台湾是之前是一个纺织很厉害的输出国，台湾一直在做代工这件事情，台湾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设计师去创的图案。因为这个理由，邱琼玉、蔡文慧、沈逸瑜三个好友各有专长，却要成就共同的理想。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三个人一起出去玩，那有各自谈了一下我们自己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感光后的砧板大水一冲，图案神奇的出现，一个个透光的小洞其实是让染料可以渗透的模板。果然，刮刀一抹，瓷砖的图案就这样跑到麻布上。台湾的一些老房子啊，建筑上面的一些元素，比如说铁花窗啊，然后栏杆啊，瓷砖等等。还记得这么古早花纹的铁窗吗？透过印花布，要再一次感动你我。台湾常见八哥鸟就跳进花布里，成为了生活中实用品。那我想要把这些东西，就是可能不管是没很少被我们注意到的，然后被我们遗忘的这些元素，再把它重新挖掘出来。三人团队当中，沈逸瑜负责的是花布图案的设计。我原来又都很喜欢这些很，比如说传统啊、复古的东西，所以我会想要把这些我原来就很关心的元素一起把它mix 起来。那我其实只是想要找出旧元素，但我不要用那个时代旧的方法去表现，我想要用我新的方法去表现旧。用在地观点加上情感为佐料，烹煮出来的艺术料理，最初却因为现实差一点就没有办法实现。
原本三个人打算毕业过后先各自完成学业或者工作，十年后再来创业，但师长的一番话点醒了他们。十年之后我们可能各自拥有自己的事业或是自己的家庭或是一定有的财富，可能在对于追求梦想这件事情会比较却步。毕业之后就出来创业，你会经历到非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在你学校在就学的时候是学不到的。出生之犊不畏虎，想做的事就应该放胆去做，只是比起经济独立创立品牌这些事情，他们的理想更加深远，可以让国际上看到台湾有这样子印花的能力，有这样图案设计的能力，台湾有自己图案的语言。我们常常说有梦最美，但是要逐梦踏实。三个年轻女孩如何分工合作，创造出团队的最大利益，同时还能够保有创业时的梦想，这一路走来肯定不轻松。今天我们访问到三人团队当中的沈逸瑜，要请逸瑜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梦想以及创业时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逸瑜你好。主持人你好。先跟我们聊一聊三个人当中怎么样分工合作呢？我自己因为是主修是设计，那所以我在团队里面主要是负责设计跟企划。那我们另外两位，其实我们三个都是美术系的学生，但是因为你一旦开始运作品牌，你还是要大家要有不同的一些分工，不能说只有创作。所以我们里面有人他是专门负责业务接洽，然后跟厂商啊找材料啊等等。然后另外一位的话，就是因为还是要很管钱嘛，所以就是有负责就是财务，然后还有就是规划其他一些，然后像系所行政啊之类的事情。哦，好，所以即使再好的朋友应该会有这种吵架或者是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我们三个倒是没有，都没有吵过架，大家都不相信，真的没有对，那总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吧。因为其实如果是对我们平常工作的事情意见不合的话，是很有可能的。可是因为我们三个的分工很明确，然后等到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其实我们会去想说那大概是哪一个人该负责的那个部分，那我们会讨论之后就尊重他的决定。哦，好，所以其实三个年轻女孩还是挺有智慧的。一定要这样子啦。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常常说年轻人创业比较不简单不容易，那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点或者是感觉到比较挫折的地方？其实蛮多的，我觉得，我觉得年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同样的领域，而且是创作领域。我们变成真的是在，因为不管是要进一个品牌进一个店面，它其实是需要很多实务层面的思考，然后甚至是一些很多管理啊什么什么，然后这些都是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有想过，然后也没有碰触过的。那变成说是要一路这样子，等遇到问题，然后我们就会想办法去想办法问人啊，或是自己翻书啊什么，就是上网找资料啊，就是想办法解决这样子。其实一路上一直都不断的遇到问题。有没有可不可以举一个小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三人团队当中一个人负责管钱，对不对？我觉得光管钱就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大的难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数字概念，就是对，所以直到现在也不算很有，但是一开始可能就连记账都不知道记账，然后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然后常常可能哎怎么没钱了这样子。好，其实听下来，其实一路走来肯定是跌跌撞撞的那些过程，不过好在都有贵人相助，还有一些专家老师可以让你们请教。那当然在这段期间，除了有一些挫折感或者一些困难点要去克服之外，相对的应该有一些成就感咯。成就感最大的当然是因为我们直接就在店里面吧，让客人
看到你的东西喜欢，然后买东西，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回馈。然后甚至是，我觉得更高兴的是，他们不只是买，他可能还会跟你分享说，他其实哇，可能之前在杂志或是在网络上都看过你，然后他还能把你的理念就是说出来，而不是我主动去跟他说。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值得这样子，真的，对，因为感动都想哭了。所以易瑜刚刚提到就是品牌的重要性，尤其是传达那一份理念，对不对？我们继续就要请易瑜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设计一些图案上或者是 logo 上，是不是有特别的含义？嗯。我们的图案就像我手上这个抱枕的话，它是这个是台湾八哥，这个鸟，对，那这个是我最早延伸出来的一个图案系列的第一个图案。那为什么会特别去选台湾八哥？主要是因为这是台湾是一个岛，那岛的话，它就会有很多所谓特有种的生态，就是只有这个岛上才有的一些物种。那时候我在刚开始在思考我图案系列的时候，我去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因为一直都很喜欢一些生态啊，然后甚至动植物这方面的一个主题。三个人从高中一路合作，那到真正毕业之后，到现在去年开了一家店，未来还有一些计划或者一些梦想要实现。我们也开教室，我们去教大家怎么样去做手工印花，因为印花，它本来是需要很复杂的器材跟一个环境，可能一个很大的工厂或怎么样，但是它其实它的原理是简单的，所以我们就是去想说用什么样简单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去学习，然后。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希望可以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艺廊的空间啊，或者等等，就是我希望可以从一间店开始，然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去拓展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艺术及生活、创作及生活这件事情。哦，谢谢易瑜的分享。谢谢。这一路走来肯定是有欢笑有泪水，当然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都靠着这三人团队有共同的目标和信念一一化解了。其实说到台湾的纺织产业从辉煌走向没落，如今在台湾有一群年轻人靠着不服输的精神努力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到底能不能够再把 Made in 台湾的品牌再度推向国际，大家拭目以待。手工印花布强调自己动手做做看，也跟他们所提倡的原创精神，那就是创业来自于生活，而生活包含了创作，两者相符合。在这里的作品几乎都是独一无二，广受消费者喜爱。今天我们要来动手挑战做一个印花杯垫，看看成不成功。易瑜，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垫，那么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先构图，看看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图案。哦，好，所以要先画图就对了。对。好，那我们现场有准备，这是什么纸啊？这一张叫做卡点心的。那它其实一般是拿来用在贴灯箱招牌，因为它你把它割下来之后，这个东西它有自粘性，这面是粘的，那你就可以把它贴在灯箱上面。那我们今天是用这个东西呢，把它切割之后来贴在网板上面。哦，我懂了。好，所以我们要先在这一张卡点西德纸上先构好图，然后再割下来，对，然后再贴在到网板上面。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来画画看。第一个步骤呢，我们要先量大小。哦，那主持人这边也可以拿一个杯垫。好，我们先把这个要用的框把它画出来。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哎，我今天这个图案要做多大的大小，然后位置要在哪里。哦，所以大概知道这个杯垫有多大，对，免得你到时候想要画的图案太大超过了，反正就不符合它的那个大小 size。 OK，好，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自由的看想要怎么发挥你的创意在这上面。这个要好好想一想，看看有什么图案。原来是设计还是要花点脑筋的。好，
那我来想想看，我们今天来画一个花好了，花的图案。好啊，好。好了好了，哎，完成了。嗯，两个叶子，还有今天画的花的形状，对不对？对，好可爱。那接下来的步骤是要做什么？其实接下来就比较简单，嗯，我们就把它整块撕开，然后贴到这个网板上面。好。要用胶带，来把，因为网板呢，这个，因为它毕竟是一块布绷在框上面，它会有这种空隙，那我们要，它这样子会不够牢固，所以我们要用胶带四边贴起来，只要四边就好，对，好。哦，所以现在这个都贴好了，对不对？好，还给我了，这是我的。那接下来是要做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把颜色上上去。好，那我这边先示范一次，然后等一下再让主持人来试试看。好，我先把图案放在我想要的位置上面。那需不需要用力压它呢？现在这个步骤还好，但是我们等要印的时候呢？要用力的压。我先上个黄色。好，所以你的燕子是要黄色的。对，这个其实颜料我们早就已经先一步调好。对对，那其实平常如果是要自己在做的时候，也要先调颜料嘛。就先调颜料，那自己在家里面的话，也可以去买亚克力颜料。哦，会比较方便一点。比较方便，对。所以它那个颜色是都一罐一罐好的。对，但是当然你要自己去调色，调色比较不一样的颜色是很好。好，我们先拿一定的分量起来。这个分量怎么拿捏呢？要，我通常会跟学生说要大概1公分的厚度。1公分蛮多的，对。那要超过，比如说我图案现在宽度是这样，我放颜料要超过图案的长度，长度，对，那放在颜料的上面，因为我们等一下呢，刮刀是要从上面往下刮，这样子，好好。那我现在颜料放好了，所以颜料如果放太少的话，其实待会刮的时候，那个颜色是不是会不平均吗？不均匀，而且有可能刮到一半你就没有颜料了。OK。那如果太多嘞？多倒是还好，多我们就把它再刮去。OK， 所以最重要是不要太少，多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对 ，OK。那我们现在开始喽。好，在刮之前呢，就是手要用力的压住它，压这个板。对，压着板。如果你旁边有人，你的好朋友的话，也可以帮你就是帮忙压住。那单手下来45度角，那要用力。不要太很用力吗？要有一定的力道，不要太轻。去刮出来，哦，好平均哦。刮下面之后呢，我们停一下。然后再把它拿起来。那小心的把刮板放在旁边。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有没有成功。哇，成功，好美哦！黄色的燕子。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易瑜做的这个。有燕子图案的杯垫， 对， 对不对？印花杯垫，哇，很漂亮哎！好，谢谢。真的，哇，这样子害我也好想来试一下哦。做起来也会很可爱。好，所以我来看看，我今天割了一个这个花朵的形状。
我在想看，那我应该这个花也是用黄色的，对不对？嗯，好像会比较好看。好啊，好。老外，哎，噔噔噔噔，黄色花朵的杯垫，好可爱哦！而且其实还蛮步骤还算是不会太复杂。再来一次，应该比较熟练了。嗯，好，用蜜瓜，用蜜瓜。嗯，好，好了，好，看看，所以可以拿开了，对不对？对，我现在也拿开了。嗯，哎，粉红色的效果出奇的感觉。可爱哦！那我们其实上好颜色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个最后的步骤？我们要，因为毕竟它现在还是有一点湿湿的嘛，对，要整个把它吹干。哦，所以用吹风机。对。哦。这样吹干是不是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对，你就摸摸看，确认它干了，这样就大功告成了。确认看看，我真干了。我们今天的手工印花杯垫就这样完成咯。 DIY 自己动手做做看，也体验到制作过程当中的乐趣。其实啊，说到怎么样做出一个印花的手工杯垫，靠的就是一块布，再加上自己的创意，当然还有颜料，大家自己都可以来体验看看。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多多给予台湾的原创产业一些鼓励和支持吧。其实除了我们以外，台湾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创作品牌，我觉得大家展现出来的是很不一样的创作活力。希望除了台湾人自己可以喜欢可以接受，未来也可以一起走向国际，让大家看到这一个土地所展现出来的新的创作样貌。